皮卡真早，怎么样？觉得我的声音听起来清楚吗？大不大？小不小？开了。这个保障你们能看到回放。现在我的这个级别太低，所以只能那个自己录。然后要是级别高，升到了十几二十级大佬，好像就可以自动录了。这几天都心情比较烦躁，然后肖工这个模型摸了好久，才摸到现在这个样子。刚才还在做后边的这个，到点了哈，到点了哈，咱们先那个什么，咱们来看今天的正题，就是这个。那么上次咱们说的是他的那个，上次说的是他的那个什么那个，就是说他美术模型结束了，然后后来我又做了一点儿。对，谢谢你提醒我发广告。广告差点又忘了。哦，对，这是第五次。哦，现在能看到完整的这个广告的这个图是吧？应该能完整的看到广告图。找着我每次的这个广告词都塞哪儿去了？哦，天哪，我的广告词竟然消失了。这可是真糟糕呀！好吧，那今天就先这样吧。然后这个蓝色的码是，呵呵，广告来袭。今天这个蓝色的码还是说咱们之前那个比较照旧的那种七折码啊。然后使用这个七折码的同学可以跟这个上面的这个，就是说官方的那个销售的小姐姐那个加她的微信，然后七折码把这个七折码那个手动输入给她。就可以得到一个七折购买13.5正版的这么一个机会。张口就说什么呀？我都忘了词儿了，好久没有直播了。然后，对，然后这个码大家还是就是说那个截图一下，然后去加小姐姐的微信，去跟她那个去要一个七折的折扣嘛。后来她跟我说，好像她给了一个，就是给了他们七折，比七折还要低的一个价格。具体他们使用了什么法术，我就不了解了。小伙伴们可以去试试看。好吧，好吧，那么现在这个第一个广告就做到这里，然后我要关掉这个，然后我们那个倒数10秒，不是倒数5秒钟就关掉这个窗口，我们继续这个建模的过程。上次已经有人投诉说这个过程太长，2小时太长，说要缩减一下。好，五、四、三、二、一，好。然后大概把图层整理了一下，就是说，第一层是把它的这个，就是把它的这个前发跟这个脸的这层放在一起了，然后耳朵和这个左边的这个发际线，就是它的所谓的鬓角这个区域是，复制粘贴的。这人家大概调整了一下层级，然后群组里面做了一些那个名字，左右发际线、右发际线、上下眼睑，左边的发际线我还没有起名字，就选中他们，然后起个名字。咦，左发际线。大概是这样，右发际线，左发际线。
然后到第二层分的是那个，他的手臂，手臂就单独分出来，然后身体，之后身体我把身体分整个的一层，就两条腿和他的裙子，还有他的这个上衣分在一层里面，是因为我觉得他身体这个双腿跟他裙子做交互的概率很低，就是远没有手和手臂跟那个其他头发跟裙子做交互的概率高。然后腿这儿我加了一个那什么彩色节点。大概调整一下腿部的形状。啊，什么没选全？哪方面没选全？然后后发呢，就是后面的头发，就是这边。这是它的层级，比如说像身体，我们还是看清楚一些。比如说，像我选择的后发，那么后发是在身体的后面那一层，然后身体是夹在前面的这个，就是脸和前发还有后发之间的这一层，它们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头呢，就是在最上面这一层。头发边角，头发边角。哦，你也是真好，我就是漏掉了这个边角，谢谢提醒。然后我看看，好，移动一下看看是没问题，都选中了。那么现在我刚才已经起过一个名字，叫右边的发际线了，叫左发际线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发现这个原来起名的这个，是有错误的。然后我想补充一下，这时候我起一个一样的名字，比如说再起一个左发际线，是刚才一样一模一样的名字，我点创建一下，那么。它就覆盖了刚才的这个左发际线的这个就是初始的这个命名。有人看右耳，选了右边耳朵的节点组合，然后再点左发际线。好，这就是我们刚刚这个就是刚刚补充的这么一个发际线的名字，它就覆盖了一开始你起的这个名字。不至于一做就废。这个我说你就觉得简单的话，那你就照着试试看就好了嘛。先从比较简单的造型开始，然后它其实大概的这个分片都很简单。比如说，你看后面一片，然后身体一片，身体前面头一片，一共也就这三层，关系也就是这样。然后大不了外边再加手臂，大不了就是这样，没有特别复杂的关系之类的。就是在这个基础的关系之上，可能会添加一下复杂的细节，看起来会比较晕之类的。但基础的关系它是没变的，依然是这样。图层在这摆，图层就是这样。然后右上臂，然后这个应该是左臂，这样。正常来说，我都会把上臂跟小臂还有手分开，然后是因为我要把小臂和上臂去做那个，我要把它们做那个就是矩阵二代就可以做肢体了嘛。但是现在在这儿，我们就不演示做矩阵的这个过程了，然后就只是普通的分层，所以就不需要分得那么细致。然后我们在上次课已经把美术部分结束了，美术部分结束之后，接着就是绑定。但是绑定之前，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你绑定之前需要把这个人物的，就是预制的这个转面能做的话做一些，这个对你绑定之后移动位置什么都有好处。比如，我们把头和后发显示出来，像这样。现在这个人物的脸是一个向左做四分之三的这么一个面儿，然后在左面这个鬓角和耳朵应该是不存在的，它应该是在脸的后面，应该是在这儿，大概这个位置。然后渲染一下的话，可能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人物向右面转。然后很多同学会选择左右翻转，就是转到正面之后左右啪翻转到右面，然后还是说这么一个转面的过程。这样做很聪明，但是它会有些问题。首先你这个人物需要是你好，燕西白，就是你首先要保证这个人物的左右是它左右的细节是对称的。然后你这个人物，比如说在一开始做动画的时候，你转到中间之前是转向左面的时候是闭着这只眼睛。但是你要是转到右边的话，它因为是左右翻转嘛，所以就变成跳转的时候一下变成闭上右边的眼睛，
这方面的问题很多，所以我这一次就先也是一个特别简单、特别笨的方法，那就是直接转，用极点来做，让它转过去。比如说在转的时候，我会注意一下，就是现在在左面是一个标准面，然后希望它转到右面去。比如说像打开一个这个，这是一张图，这是一张图。这是一张图片，然后这个图片其实我就是把左边的这个头已经有的这个形状小眼睛关掉，这样，然后 Ctrl 加 A，就是 QQ 截个图，截个图之后你存到机器上，然后再把图拖拽进来，然后按着它左边的这个头对齐，对齐之后左右翻转一下，就变成右边了。那么希望它转到右边的这个角度。现在要转到右边去。现在看这么多节点，是不是有点晕？同学们，这么多节点晕的话，是有办法的。比如说像第几都转的话，我也晕。咱们把它分开来转。比如说你选择右边的耳朵，先把它转到这边来，然后右发际线转到这边来，先把它分开，然后一点点的去做。这个节点数量还好吧？就是跟底下这个节点一叠加，你感觉很多。那你要算上算上这个身体上的这节点，看着更晕。主要是你只要做的细节多，那肯定节点就会多。然后你要缩减节点的时候，就需要注意到它会不会同时影响到的可动范围之类的。对节点是，其实不是对节点。叶启白，那其实我对的是他的，对着他的形状、脸的轮廓、眼睛的轮廓，对的是这些。比如说，你看选中右边的这个眼睛，然后转到右边来，这样。其实主要就是麻烦，就是麻烦，没有什么神奇的事情，什么神奇的这个功能没有，完全没有，就是麻烦。然后注意这个高光，该在哪儿还在哪儿，该在左边还在左边，睫毛。这个修改能保存？你看现在我在第一帧嘛，在第一帧等于是做它的关键帧。这部分其实是有一点动画的部分。本来嘛，本来我就不是一个特别循规蹈矩的人，我要是跟着官方的那个帮助的流程走的话，那么现在我就。可能早就放弃了，所以我一直都说，这个同学们，你们可以在基础功能方面去翻官方的手册，它解释基础功能这方面是很好的，但是你建模逻辑跟动画逻辑，如果你也跟着它走的话，学成了也只能是皮影。这个不是说皮影不好啊，而是说这个皮影它是一个类型，你陷入到这个类型里面之后就。做不了其他的类型的这个模型和动画，这点是，对呀，我要跟官方走的话，我就不是野人了，我就是城里人。好，左边的这个眼睛对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对右边的这个眼睛，这个左右是有点，我经常跟是因为左右跟同学们就跟同事也好，跟朋友也好，经常跟他们掰扯半天。最后总是说这个问题会停留在是你的左边还是我的左边？他的左边是我的右边，他的右边是我的左，哎，诸如此类的这样的问题。然后最后就基本说是屏幕的左边还是屏幕的右边，这个就会好一些，这个出现这个误会的几率也小一些。左眼还是右眼？是你的左眼还是我的左眼？
这就完全不一样，这是你的左眼还是人物的左眼，这个就不一样了。因为人物这尤其正面人设跟我们是相对的嘛，所以我们左右是颠倒的。高光的位置，然后我就突然感觉今天这个直播也得过2小时。同学们有点心理准备了，反正我向来都拖堂。对啊，人物本人的作用，但是跟你说话的、跟你交流的那个人，他可能不像你这么想，所以需要，这是你说的是一个相对坐标，你需要跟那个人有一个绝对坐标，就是你们俩都会，就是都会用相同的逻辑去表述的那么一个方向的概念，然后这时候大家就会说东南西北，东南，然后西北。这个对火星人来说更晕，我到北京好多年之后，我看那个方向，他们说东南、东北什么的，我还有点晕呢。然后当时我就想问，你不能说左边还是右边，左手边还是右手边吗？等到后来一些比较体贴的北京人，他就会说你的左手边或者你的右手边走多远，然后再向左转之类的，就挺贴心的。大部分的这个当地人还是喜欢用这个绝对坐标，西边、北边、南边之类这样的描述。比如说像这样，就是我分不清他眼睛的外轮廓线跟这个里面瞳孔的线，他们闭合这部分节点，那是哪儿的？那我现在就会选择它的外轮廓线，就是眼睛的外轮廓线，因为我要移动这个外轮廓线的这个边缘，然后选择这个磁铁工具，然后紧缩选点就只影响它选择的这些节点，这个磁力区工具，这个时候就会比较方便的分开，像这样。今天看场的人好像没有来，然后这个鼻子也是，这个鼻子咱建门的时候说过了，然后它的左右的节点数量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大概的方向挪到这儿来。看场子的小恩何在？打手小恩何在？小心是个头儿吧。这人物的，就是他嘴唇只有4个节点是有点少，他做一些比较微妙或者是复杂的口型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些限制。一般来说，我都会给他上面是5个节点，那么下面是5个节点，上嘴唇跟下嘴唇这个两个边缘是共用两边的节点，但是上面下面应该保持至少3个点，上面三个，下面三个这个状态，会比较稳妥一些。但是它变形的时候要出问题的话，那你调整的工作就多一倍。然后现在我们把变形调到这边来，看一看。看这儿，我记得是，正有一条空白的线，就是两边都拉到最低的那种。现在就可能在造型方面就会有些问题，待会儿我们打开再看吧。现在看的问题就是，你看左边鼻子这条线，我们把视图放大一点看。
鼻子这条线，现在它这条线条还保持在左面，所以看见有问题。实际上它应该显示出右面这条线。然后像脸颊这儿的问题。像这个地方是脸颊跟脖子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在左边的时候，左边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把它分得细一些，细得看不见的这种。在这儿我们也会做类似的处理，比如像这样。摸出来，然后把零针复制到第一针，这样它的自动转面的时候，可以看到在中间的时候可能会有的问题，比如像这个腮红，渲染一下的话就会变成这样。现在是自动过渡，没有关键帧修正。然后。看看耳朵方面的问题，比如他的耳朵在他转向右面的时候，耳朵和发际线就应该消失了。这时候他上面的这个头发也是应该向左面转，可能转到哪合适呢？这么看其实我们看不出来什么，因为他的这个头发是空白的，并没有后边的这个后发。作为参考，我后话作为参考，大概就明白了，这头发大概会长成什么样。暂时先放在这儿。继续眼儿这部分，那么现在轮到这个左侧的屏幕左侧的这个耳朵跟它的这个头发的鬓角了。这时候如果我们直接把它拽过来，那大概是这样。那现在如果渲染一下的话，就会是这样。哇，好可怕！是因为它的这个颜色层级还没有调整，所以该在前面的时间在后面，该在后面在前面。现在我们要就是说，在这个人物转头的过程中，需要它这个遮挡关系，尤其是左边右边的耳朵遮挡关系有一个变化。对，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双击多层。打开这个矢量选项，把这个动画形状排序这个选项勾选。啊，又喂东西吃了，好呀。勾选之后，就是说它颜色层级的变化才能被记录动画。小心心诚意。
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看在哪一帧的时候把这个颜色层级给转变过来。比如说在第一帧的时候，像它这个角度，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接受，确认一下。在第一帧看这儿，好像问题不大，左面和右面都可以接受，OK。然后我们让它转到右边来。到这儿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就是他的耳朵应该是在后面，但是在哪一帧变到后面去呢？一般都是在中间这一帧，但是在中间这一帧的时候看，我们看他的这个造型，就是眼睛和这个眼睛的形状和脸的形状都有问题。其实我们就需要在中间开始补一帧，补一帧他的正面的这个造型。腮红好像我们还没有调整。看，腮红根本就没有动，鼻子这儿的也没有动，我们需要把腮红挪过来。然后鼻子上面这个，到这儿来的时候就应该让他的这个脸部的这个。颜色下面，好，我们现在来调整它这个正面的这个样子。这时候看它左边的耳朵和右边的耳朵有点问题，先把它挪走。右发际线，先挪远一点，等会儿再用它。左发际线，那么在中间我们需要打开这个洋葱皮，看一看它的。它是不是在左右两针的中间？看，红色的是它前面那一针，就是已经经过的那一针。然后绿色的是还没有到达的这一帧，好，它的位置是没什么问题。然后看关于它的形状的方面的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它的眼睛，我们可以选择他的双眼，现在调整了一下，他眼睛在正面的这个宽度是比较正常的，找一些细节。咦，他的高光应该是在右面。是我忽略了什么？好吧，它高光一开始就是在右侧，然后它转过来之后应该也在右侧，我把它放错了。就是它眼部高光的这个位置，我可以让它自动过渡一下，比如删除下面红色轨道的昆明针。它自动过渡的时候，大概是在这里。好，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修正一下。看一下高光的位置，运动起来正常一些。好。
大家觉得有点对眼吗？但这个人物的设定好像，正面的时候就应该是有一点点对眼。这个声音，然后眼间距调小一些。对眼的，眼间距小一些，我是觉得他有点，眼睛有点离，就离得有点过远了。这个没有设定，知道了吧？多么痛苦，就需要一点点调。所以，如果你们有自己会画设定，或者是有画设定的朋友的话，就要好好珍惜，对，好好珍惜。两个眼珠，我努力把它往中间挪一点，就不要太靠中间。如果挪得远一点的话，这种死不瞑目的这种感觉。我经常会这样，然后以这个来测量一下是不是哪条线高了或者低了。比如看这个瞳孔就小了，当然你可以用参考线之类的，但是我就懒得弄，就直接就这样，从这条线低。但是左右这个就真的凭感觉了。只要它转到中间的时候，我这鼻子这儿鼻梁的线应该是消失的，是没有的，只有在下面这条线清晰一些。看场子的小恩终于到了，来让路让路让这个恩大人进来。谁敢挡恩大人的路啊？拖出去砍死。那现在脸正面我觉得是差不多了，然后左右拖动一下，看看它动画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那要记得选择这个，选择颜色工具，它才能显示比较全的效果。这样，像这样比较担心的情况终于发生了。这转到这儿的时候，就会在这儿有一个不太自然的这么一个痕迹。怪我喽，恩大人。
那么正面就是他耳朵的位置。颜色的层级先不着急，先把它的位置放对。耳朵有点大，这侧面看也不小，其实。就是说，这个在屏幕右侧的这个他的耳朵，在这儿的时候，就在这一帧的时候，它就应该在这儿，它颜色层级就应该变到脸的后面去了，才不会影响到后面到这儿更大的这个。到这儿的时候你再变，就很显眼，很扎眼。同理，然后在正面和左边的这个耳朵在转到这儿的时候，它才应该到前面来。这颜色层级跳转的这个时机，好，现在。它的发际线然后它左边的这个耳朵，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可爱的，但是有点腿大了，稍微缩小一点。形状差不多了。啊，我可以啊，我就怕唱到一半你们都吓跑了。之后，现在我们可以去看看它的层级的问题，鼻子的问题待会儿再处理。首先，现在在第一帧的层级是没问题的，转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就应该这个耳的层级应该到后面去了。Shift 加下，耳朵层级跑到脸的后面去。看这儿出来一个新的轨道，轨道叫做形状排序的轨道。这儿出现一个关键帧，关键帧的意思代表颜色层级在这帧开始有了变化，但它一直到后面去了。我唱着歌，那你们不是睡着的更快？然后看右边的鬓角，右发际线。本来我的声音就够催眠了，然后还要唱着歌。你这个意见，其心可诛。在正面的时候，这个发际线应该再变小一些，这因为正面的时候发际线会缩得很短。然后用这个磁力工具调整一下。渲染可能效果，对，小人唱吧，小人唱歌。
你唱歌，我们建模挺好。为了你的这个睡眠着想，你还是不要听了。为你本来就脆弱的睡眠着想，还是不要听。我累了，你就喝点水吧。这个事儿其实细思极恐啊！我之前不太爱说话，然后我爸年轻时候也不爱说话，但是他岁数一大，就把他过去几十年没说过话都说出来了。所以我现在这样，算不算是一个糟糕的开始啊？左边的鬓角，右边的鬓角，你要唱起来是吗？左边的鬓角，右边的鬓角，拉一的拉一的拉。行，我打住，你不用使眼色。然后虽然我们看不见，因为颜色层级还没调呢，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的形状，也就我们可以看到它节点的这个边际，把它形状调整一下，压缩到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就是它左边的鬓角跟耳朵到中间开始，先往右一点，在这儿的时候，它才开始变过来。但是这个鬓角呢，这个鬓角到中间，它就会变得最小，右边的鬓角。之后再转的时候，正好在这一针，就是我们尽量把它颜色层级跳转的这个针数尽量节俭一些，不然的话它就会跳起来，跳来跳去会很乱。比如这样，我们给 shift 加下，连后面去，然后选中这个线 shift 加下到下面去。有些突然哈，又发际线。我又不想增加关键帧，然后就想让消失的慢一点，可以这样。将将隐藏在脸的后面，这样它消失就不会那么慢，还会有一点这个，像这种。到右边的时候，我们需要其实真的需要经常渲染一下，看看效果。然后我记得那天是谁是哪位同学？就是说，那个说那个预览的效果不好，预览看不清楚。我说，那你想看全部的效果，最好还是渲染之后你看的才清楚，全部的效果都显示出来。对，这个时候像这个节点，它就应该在这帧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辣条，好，那现在右边的这个鬓角和耳朵处理的差不多了，就是他们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消失，这个处理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看看左边的鬓角和耳朵，刚才说过了，在这儿，在中间这针马上向右转的时候，比如说耳朵 shift 加上，好吧。但是我们注意一下耳朵里面的这个内容物，这是新建的一层，首先需要把它 shift 加上，然后下面 shift 加上向下一层，然后它的这个前发需要到上面来，那么这时候这个耳朵这层就到上面来了，转过来的时候它也是挡在上面，这样，然后现在就需要注意的是鬓角。鬓角在
这儿我们选正圆，它上面这个线条是不是向上？向下一层，然后再激活它下面这个颜色，是不是向上？向下一层，再向下一层。好，它的位置大概在这儿。但如果很快的去转的话，那么是看不清太多细节了，然后觉得这样好像也可以。但稍微慢一点，就会发现它的一些角度不是很舒服，像这样耳垂。然后他在，就是左边的耳朵，他在下一针就会直接层体跳上来，然后会有这么跟脸交叉的这一部分的这个痕迹不是很舒服，然后我们就需要在就是不想增加关节针的情况下，然后想让过渡的尽量的舒服一些，那就需要在上一针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尽量跟脸部的这个轮廓的交叉范围缩小一些。这样，那么他在下一帧突然出现的时候，就只是交叉了这么一点，所以就不会特别扎眼。这都是一些小技巧，然后你们做东西做着做着也会自己发现会。有类似的这个方法。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问题，but 我们需要一个参照物，这个参照物就是它的后发。那么后发在第一针它是没有关节针的，因为我们这是在上次在零针见的嘛。好，它是没有颜色渐变，都是用颜色点来做了它的这个渐变的效果，所以这个我们就省了去调整手柄的这么一个过程。首先，左边这一针 OK，因为是在原来这一针没有调整，那么右边，它到右边的时候，发型就必须会有一个变化，比如说它后面这个发髻，这个发髻我竟然没有起名字。选中发际所有的节点，然后挪动一下，看看是不是漏选了。还好没有，Ctrl+Z，起一个名字，发际。创建。上次我说过吧，说这个基本上我的这个动画里人物都是左边挪到右边，它是不会有一个转动的，只是一个位置的移动。
普通动画的做动画的时候，只要你的位置移动的是得当的，是差不多是位置是正确的，那么它看起来就会差不多。除非是那种啊要求特别严格的动画，普通动画应该这样都混过去了哈。然后你要稍微认真一点的话，就在它的外边的轮廓 OK 的前提下，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它的这个里边的这个纹路。比如像这样，选择发际，然后取消它外轮廓线，这样，然后你稍微调整一下它的这个发际中间弧度，像这样。这样，在神不知鬼不觉的过程中，这个人物就发际就穿过去。然后，该头发的后面的这个轮廓，比如说像这个原来就表示这个头发，左边的这些痕迹，这些发丝，代表发丝的这些线，我们可以就是因为它是挡在脸的后面的，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在转到中间的时候，让它稍微小一点，它被那个拉伸了嘛。这样，它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哎，然后在右面的时候，你可以特别简单的把它左右翻转一下，再转到另外一边。我还没有左右翻转。左边的时候，头是一个大概这么一个圆形，它是没有因为头发支出太多，所以它转过来之后也不应该支出来太多。先看看，大家会发现我只做了他这个头发轮廓的这个转动，其他的像发丝什么根本就没动。是的，因为不需要。还是在它转到中间的时候，我们需要处理一下中间的时候头发的这个形状。
不是很奇怪，就是这面头发是很少的一些。现在同学们看我的这个程序的响应也有些慢了，推不动，因为效果太多。没办法，待会儿要是再把操作显示加速做得好一点的话，就更好了。希望能进入它下一个版本的日程吧。当然，这样做并不容易。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啊。不要让这个线漏出去。之后后发也转完了之后，好像问题不大。出现的太奇怪了，我们单独去处理一下它旁边这个鬓角附近的头发。首先，它出现的这个形状，处理一下。哦，多了一只，覆盖一下。在这阵子的时候，这个鬓角还是应该保持跟原来差不多位置。喵，小咪咪又不干了，又没人理它了。复制粘贴，让它一直跳到现在这个位置上来，然后这样做一些调整。一条就不干了。现在是左右的这个线消失的有些突然，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儿给它做一个线条的消失，线条变细，然后在另外一边出现的时候，让它线条一开始是很细的是没有，然后。逐渐的出现，这话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效果。是一个渐变出来的效果。现在它向左边转的时候，脑门有点大，因为被这个刘海挡住，看着不是很明显。它转到右面的时候，脑门看着就有些大。
大德有些离谱。哎，这个时候就看准是电话的时候有问题，就是这个人物左右翻转之后，就是脸有点歪，有点飘过这个脸。下次华盛顿的时候需要左右翻转，要仔细对比一下。他身体打开，我老婆就拿这个柴鱼罐头安慰小那个小小猫去了。好，可以打开。好，打开了。这个傻猫。现在它的这个头部的这个动画我先调一调，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然后我会开始简单的绑定部分，比如说像这些。这是一个背景色，会把它建立一个具有选项、选取项的组，就是等于基于这些已选择的图形新建立一个组，然后把它起个名字。现在它是一个文件夹，那么现在我需要把它转换为谷歌层，也可以这样。转回谷歌层之后，像头部，我要去给它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在这个它们的母层，也就是说这个谷歌层去新建它的动作。比如说像动作栏，新建一个动作，转头。现在在动作里面是什么都没有，因为刚才我们是在时间线上做的嘛，时间线是有这些这个动作的。然后我们把回到这双击转头这个动作，然后它的时间线指针会自动的就放在第一帧，就是动画开始的那一帧。然后点头，回去可以这样，然后点一下主线，插入复制，就等于把主线的这个关键帧插入复制到动作里面。动作里这红色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有像下面这个时间线是红色的，就代表还没有找到对应名字的骨骼，就是它还没有匹配到合适的智能骨骼，所以它是红色，如果匹配到它是蓝色的。但是你在时间线主线上这始终是灰色的，不管什么都是灰色的，除非你这层不可见它会变成红的。现在回到转头，你看虽然现在是看没有关键帧，因为关键帧是在下面头部这一层，是在这一层，它有关键帧。然后我会去，比如说后面的后发这一层，它关键帧也在下面。然后是因为我们刚才点的是这个主层，就是它的这个母层，母层把它这个在时间线上所有的关键帧都给复制到这个转头这一层，是动作里面来了。但如果你选了其中某一层，你再点主线再复制的话，就是复制这一层的关键帧，这是基础功能，大家经常练习一下就 OK 了。那么现在主线上我就可以把已经有的这个关键帧删掉了，像这样。现在主线就没有关键帧了。然后看刚才咱们做的部分是在转头，是在动作里面存在的。好，我们现在刚才演示的是在没有绑定骨骼也没有去做这个绑定设置之前，先做了一部分动作，先做了一部分它转头的动作。然后我们现在再开始做它的绑定。很多同学肯定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说不是你先绑定完再做动作，而是说你会一边绑定一边做动作。
就是绑到一半或者绑完才想起来有个洞子应该添加进去了，经常会这么掺着来啊。所以我们看到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些通通都显示出来了。然后就我们在绑定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分成几块，比如说像躯干我分身体这一层，分了这一层，然后接着说是它的上身跟腿和裙子是在一层。因为我觉得这个裙子跟腿的交互会比较频繁，就是经常会有说左边的腿挡住右边的腿，或者右边的腿挡住左边腿这样的情况。然后腿跟裙子之间，像裙子挡住一条腿，然后另外一条腿露出来，有可能是这种情况。所以这种交互比较频繁的情况下，我会倾向于把它们放在同一层里面，直接用这个直接用这个动画形状排序，直接用这个来解决。然后像其他的部分，像手臂什么的，我就会放在其他的这一层，因为绑定的关系也会比较简单一些，它不会增加主层的这个风险。好，我们来绑定，回到第零针，然后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时间线里，不是在那个动作里面，所以你看这个创建骨骼的工具不可用，它是灰的，增加骨骼工具，然后回到主线，回到第零针 OK， 它可以用了。刚才我都会大概在胯骨就是腰以下的部分定一点，然后向上向上，脖子、头，然后以这个它的这个身体的中心点为圆心，直线线框，看这个点，密密麻麻，就是这样。哇，已经九点了啊，这个时间如飞梭。然后我盖第二个广告了，然后我先把这个码放出来，红色的码，这个也是七折码，大家抓紧时间截屏，然后加这个客服小姐姐的微信，我再努力看看能不能找到我的那个广告词。找到了，它掉到了桌子下面去。感谢本次直播的赞助商猫盒中国的独家代理 Marshmallow。 微信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小姐的微信，并且手动输入下方的券码，即可以 70% 的折扣价获得正版的猫盒 13.51， 先到先得，只有三次机会，那么这是第二次。另外，学生或者教师向客服小姐姐出示学生证或者教师证，可以得到教育特别折扣，特别特别低的折扣，已经有好几个小伙伴得到了。好了，找到这个广告的这个记广告词的本子，我终于可以舌头利索点的说话了。同学们已经截屏了吗？截屏了吗？该扫描的扫描，该截屏的截屏。好，倒数五个数，我就关掉它，继续我们的这个绑定过进程了。五、四、三、二、一，好了。
刚才我们新建的这些骨骼，他们还没有，他们还没有，指定父子级的关系，就按创建的这个顺序，它是默认。然后刚才我们做了头部的这个转头，所以我们给它独立出一个，就是它过它那个转头的这么一个骨骼。然后呢，我就记得有的同学特别喜欢去给这个人物做那个他的这个眨眼呐、眼睛啊、表情啊这样的这个小骨骼。我这儿也做一个简易的吧，比如说像左边眼球、右边眼球，然后左边眼睛的眨眼、右边眼睛的眨眼，还有什么来着？口型，大家做个简单的口型吧，在这儿。行，大概就是这些。应该就是这些。这是最简单的控制器。好，现在我们来梳理一下它的骨骼的关系。一般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总是习惯手放在 B 和 P 这两个键盘上面，上个键上键位上。B 呢，就是选择骨骼工具，然后就用它来选择你想要指定关系的这个骨骼。P 就是重新指定父子级关系，就这个重设父子级关系，然后就方便去设计这个重新设计他们的骨骼关系。比如像这儿，这是代表他的这个左眼皮的这个运动，那么他的父级我连在这个左边的眼珠上，这个也是右边眼皮连在这儿，但他们都需要连接到一根骨骼上。呀呀，都笑出来了。就是说，这个骨骼是总控制器，它的那个面部表情的总控制器，它需要连接到头部。至于它转头的这个，控制它转头的这个骨骼，其实无所谓，你放不放头上都可以，这个人习惯问题。绑定在上身这根骨骼上，手臂都绑定在上身骨骼上。然后有同学喜欢绑肩部这根骨骼，就是说，像三维或者是真实人类的这个骨骼一样，就是它的这个锁骨，连着肩胛骨这个骨点，然后连着下面的这个手臂。你这样做是可以，也可以，也没问题。就是它在固定角度是 OK 的，固定角度的话，那么这人物作为耸肩动作的话。这根骨骼会起到就是一定的作用，它会俘获一些节点去做一个比较柔顺的耸肩的动作，前提是它是固定角度。如果它不是固定角度，就这个人物除了这个固定角度之外，他会要做其他的这个动作，比如说像转身，或者是转到其他的角度。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肩膀的这根骨骼就变成了束缚，它会俘获这部分骨骼，然后给你的转身动作带来一系列的麻烦。我是这么认为，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试试看。反正我是不会加这根骨骼的，我会直接把手臂加上骨骼，然后身体加上一根骨骼。之后剩下的部分，比如说像肩膀跟上臂的联动部分，我会直接用节点。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比较简单直接，不需要去考虑骨骼跟节点交互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好吧，这就是野人的思路，这就是野人的力量。腿也是绑在身体核心的这根骨骼上，那么大概就是这样，怎么样？简单吧？很简单吧？然后现在父子级已经指定完了之后，我们来看它的这个绑定的范围。你默认的时候，你新建的骨骼总会自带它的磁力区，但这个磁力区现在你要是动一下的话，就会是这个样子。碰到地震，就会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他的手臂的磁力区会牵扯到身体和其他部分的磁力区的那个节点，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各种各样的走形或者是奇怪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在做这个。
动画之后还需要去做它的这个细致的绑定，才能够保证你做的这个模型能够被谷歌比较精确的控制。回到零帧，我们继续绑定部分。我们先首先需要去区分一下，说哪些磁力区是我们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那么不需要的磁力区，我们去掉它，就会减少它对其他部分的干扰。毕竟我分图层也不多嘛，也不能每个图层都用一个图层绑定，那样的话就不如直接用图片了。图片很简单，然后图片它可动范围小，但是图片它控制起来比较简单，没有这个节点或者是图层之间的那些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用磁力区去控制哪些部分比较好，在现在我们分层的这个情况下，就是不是说分得非常细致，像大腿、小腿、脚趾头甚至都分开，只要不是那种情况，我也不推荐那种情况。那么脚部这个绑定我都会尽量简化的，比如说不需要它的磁力区，不需要，这样，大腿的不需要，因为它是个光腿。它如果腿上有其他的配饰，或者是比如像丝袜，或者像这样花边的时候，我就得考虑考虑，需不需要把腿单独的分离出来。但是现在它就是一个光腿儿，然后加一双那个凉鞋，就是这些都不是需要磁力区软性控制的那一部分，像这儿不需要，像相对简单结构相对简单的这个手臂手，光秃秃的部分，OK，都不需要磁力区。尤其像面部控制器，这个只是为了确定它的位置，方便移动。它们更加不需要磁力区。然后头部不需要磁力区，因为头部会整个的绑在那个图层绑定在这根骨骼上。脖子开始需要磁力区了。身体上身需要磁力区，之前我可能会考虑把裙子的下摆去加一些骨骼，然后就是做一些它会随着身体运动会有一些动力学的这么一个运动，但是现在我绝对不会那么干，绝对不会那么干。我差点说三遍啊！重要的事儿说三遍，绝对不会那么干。原因有很多，就是来自于很多可怕的项目。就是说，这个裙子的下摆加磁力学，就是加骨骼之后，骨骼再加动力学，然后它在固定角度是 OK 的，没问题。但是它一转面的时候，这个动作跟这个骨骼动力学之间就会产生很多不可预测的变形，而且这种变形是手动纠正不了的。也就是说，它的骨骼动力学的，就是它的这个颤动，它的这个随动，是你在某一帧无法预测它的形状的。它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可能多一点，可能少一点。这个时候你在，但是你的身体其他的部分不是骨骼动力学，你是用手来调的。这个时候你希望这个骨骼动力学在这一帧，它的形状固定住，就比如说你想冻结这一针，那就会比较麻烦，因为它不会，就是说它是每次都是随机计算的，随着你给的数值来计算的，所以这个时候这骨骼动力学就变成了一个负担，可怕的负担，而且你拿它一点辙都没有啊！所以自此以后，我就是选择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反正我要的是裙子的这个裙子或者是像这样比较柔软的衣物的随动嘛，或者是头发，那我们就手 K 好了。就既然没有比较完善的动力学系统，那我就手 K 好了。手 K 的时候注意分组，像这样，裙子二、裙子三这样分组。分组之后，身体整个的趋势定了之后，然后再手动去调这些裙子的这个摆动，就会好很多。至少你知道每一针它是什么形状的。你喜欢或者不喜欢，你可以去调整它，但是动力学的话，你很难调整。
好，我们逐层来绑定一下，先来看看这个效果。比如说，在第一针，现在我们只留了这个身体部分、躯干部分的这个刺激区，那么腿和手都是没有的，那么他们现在是没有反应，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上身，只要不是特别大幅度的动作，那么它对身体的影响是柔软的。看，是这种，腿部对它也没有影响。现在我们觉得裙子的下摆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控制，比如说像这针之后，就是这个终点之后，裙子下摆需要有个趋势的控制。我可以给它增加两块，单纯用来做裙子。BP。它对裙子的控制就会好一些。现在我们回去把那些不需要磁力去控制的肢体绑定一下。头部不用说了，头部肯定会直接用头层绑定，在头部这根骨骼上。这，其实我觉得头部骨骼应该是这个点，蹲点是在这儿，就是它后脑跟这个脖子相交的位置，这儿是比较好。右上臂，哦，右上臂，然后我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右上臂的这个，它是有这个纹理的。这个纹理如果不用磁力区的话，只绑定节点的话，它会那个串，它会串来串去，就是它不会跟这个骨骼走。不行的话，我们绑定也看看，就是它上臂节点绑定。在这，回车确认一下绑定，然后小臂，因为这个节点已经给上臂了，所以我们需要取消一下。确认一下，手。就绑定 OK，然后我们到第一针去看一看，这儿，好，这问题不大，手也是，小范围活动可以，这样看看上臂，这样看不太清楚，因为它移动的时候被隐藏，我们需要放大一点。这个动画做一个手臂抬起来的动作，看看会不会出现问题。来，吭气一下，一，啊，果然出现了最不想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个纹理就是作为一个填充在那儿，它没有动，然后手臂的那个效果都，手臂的位置移动了，但是这个填充的纹理并没有跟着动，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的，我希望它跟手臂的抬起来是一块儿运动。那么我们回来看看能不能补救一下，比如说把上臂的这个磁力区调回来。
路上。哎，好像是可以，但是你看他的这个衣服完全被手臂的刺激去俘获了，然后跟着一起移动了，这个是我们不想要的，这个不争取，待会儿再弄。现在我们知道把这个手臂的磁力区，然后再拖回来一点，它是管用的。那么左边的手臂的磁力区也是我们需要拖回来一点。但是现在我又不希望，手臂这个磁力影响其他衣服的部分。那你看，右上臂，然后我选择这些骨骼，然后选中这些骨骼之后，使用这个左边的骨骼菜单里面的为灵活绑定使用选定的骨骼，这个听起来有点，有点曲折。他的意思就是说，以这个图层为基准，让这个图层只被你选中的这几根骨骼的磁力去影响，就是这个意思。你现在选择这个图层嘛，节点图层，然后你不希望它被其他的这个骨骼影响，骨骼的磁力区影响，那么你只希望它被手臂的这三根骨骼的磁力区影响，那你就可以这么做。然后是身体，现在我们到第一帧看一看。然后是身体的部分，比如说像身体、头、右上臂、身体到身体这儿了。然后我们不希望身体被这个手臂或者其他的这个刺激影响，那我们就需要选择几根这个我们希望对身体产生刺激影响的骨骼，比如说这些上身的这三根骨骼，加上它的中点，以及说左面和右面。裙子的影响，然后因为他的双腿和这个脚是没有磁力区的，所以可以不选择。然后骨骼为灵活绑定使用选定的骨骼。好，我们现在再试试看，看看会不会被它影响。身体不动。手臂的磁力区对身体就没有影响了，他们都是被各自的骨骼磁力区俘获。这是柔性跟硬性绑定的，需要交叉来使用。回到身体，然后我们之前在建模的时候说过这种小花边的裙子，然后我们不希望这个花边儿，这花边儿就是有一些意料之外的变形，我们就是需要它的这个样本，就是样本线条需要它保持一定程度的固定。那么，比如我们把它就这么手动的绑定在。这个呢，身体的中间那根骨骼上，绑在这儿，那么其他磁力区对它就没有影响。然后腿部的骨骼。啊，这时候选不中下面的骨骼怎么办？下面的节点，然后选择左腿。然后取消原来的这个上面的一个选项，回撤，
确认一下，选中一根骨骼，然后被这根骨骼所绑定的节点，它会变成红色。好，脚部一块被绑住。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脚啊，脚的部分，它是应该绑在下面，然后见脚部的这根骨骼，然后还是选择。选择左腿，好，前选之后我们回撤确定一下，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看看，好，小腿脚。我们来试验一下绑定的效果。好，没有遗漏的点。看这儿的问题，我们待会儿是要透过……好，那只能下堂课了。现在是快十点，我们下堂课通过这个智能骨骼去修正它的这个节点的问题，就是形状的问题。这堂课先解决绑定题。接下来我们要稍微加速一点。右腿，回车确定一下，如果你不确定是不是按到了这个回车，那你再多按几下好了。把第一针测试一下是不是绑定的没问题。现在看我们绑定这个手动去绑定这个节点到骨骼上之后，像裙子这些磁力区对它们就没有影响。但是像手臂，像左边的手臂这种没有绑定的，对它们还是有影响。看这种。跟绑定的手臂上就没有影响。回车之后，你会发现被绑定的节点它好像变粗了一圈，这个意思就是现在这个比较细，然后我们回车一下确认，它好像变得更粗了一点，这个意思就是它被你现在目前这个骨骼绑定了，但是我们好像都绑了节点，把它绑回去。好，我们看看哦，还有他的这个后发，左上臂绑的后发没有绑上。后发呢没什么好说的，就是绑在头上这个骨骼，直接用那个徒增绑定，然后回到凌晨。徒增绑定跟这个他前面的脸和刘海一样，就徒增直接绑定到前面这块。
图腾绑定不用回车确认，几点绑定是需要的。哦，现在看看绑定的这个这些节点有没有问题。哦哦，脖子上面两个节点是没有绑定的，所以它动起来就会有点奇怪。行程。节点绑定在脖子这根骨骼上。跟头相交接的地方不会穿帮就好。算了，还是绑在头上吧。身体，像他的头怎么动，他这个脖子不会离开头的范围，这就好一些。这种变形，我们可以通过约束角度和智能骨骼来修正，这个问题都不大，不用担心。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些关联的这些智能骨骼的设定。智能骨骼其实挺简单，然后大家用熟了之后就会发现，它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动作的快捷调用动作的这么一个快捷方式而已，并不是什么神奇的东西。比如说，像这根我原来那个，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转头，这个转头是这个角色这样转头，这样，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左45到右45的转头。然后我们先把它加到这个动作里面去。这时候我们需要让这根骨骼跟这个动作建立联系。在猫猴的这个智能骨骼的体系内呢，就是说这个骨骼，你看，要选择骨骼工具，选中的，它发红，它变红了。变红了之后，记住再零针啊。它上面这个名字显示的是 B18，就是它现在默认的名字是 B18。我们把它的名字改成中文的转头啊。这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个转头的这个动作突然它变成被选中的这个状态了，也就是我们双击进去，会发现它里面这个时间线变成浅蓝色了。灰蓝色，变成灰蓝色的意思就是说，他找到了与他名字匹配的骨骼。现在这个动作已经与智能骨骼主线上这个智能骨骼的运动匹配了，它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现在去在时间线上去操作这根智能骨骼，发现是没有什么用的，它并没有转头，因为我们没有在时间线里去做它关联的动作，比如说回到转头。在这个骨骼层的这一层里面，那么这个角色它是在转头的，但是这根骨骼并没有动，没有跟它这个转头的进程进行匹配。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指针拖到时间线指针的左边，然后你先限定它的角度吧，点它，然后骨骼约束，角度约束，比如说90、正90、负90。看这样，这是一个180度的角度的左面匹配转头的进程，就转头正好是25帧，这样才这帧，把它放到右面，让这个转头的进程跟这个骨骼的角度的进程匹配，看这样，然后我们再回到主线，这时候再看一看，哦。他们的进程也匹配了，看，
当然，谷歌一多的话，你可能会就是搞不清楚他们谁跟谁。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你选中这根谷歌之后，选中你想要显示名字的谷歌，先这样。然后在上面有个显示标签，点击它，它就会显示谷歌的名字、钻头以及这些。给谷歌和节点起名字是一个挺好的习惯。然后，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节点编组，然后来选中不同编组方式的节点，然后来操作它们。谷歌好像是在猫猫论坛也有，就是批量选择谷歌的这么一个插件，大家没事可以去翻一翻。大概的网址是在这儿。看，我要等它翻译成中文。翻译成中文之后，大概会有提示和技巧，脚本编写。像这里面，啊，看，慢慢等待变成中文。脚本8.1，这些都是，就是说同学们有需求的可以到这里也找一找，看，就是很多很多需求，那个对于脚本或者是工具方面的需求都会有人发在这里，然后会有那些程序员大佬，然后把他们的解决方案放在这里面。这个大家记住前面这一串就好了，last 3w.last.com，然后这儿，然后继续给他们起名字，比如说像。左眼周，右眼周，左眼皮，右眼皮。现在给他们起了名字之后，就会好得多。下面口型。眼珠这个比较好办，然后我们在头这一层把它的绑定搞定就行。比如说像选中左眼珠这个，谷歌我又犯了个错误，就是说，图层绑定跟节点绑定在同一图层里是不能并存的。如果你同时都绑定的话，它会以图层绑定为主。所以，如果刚才我做的头部绑定是把整个图层绑定到这边头部的谷歌上。所以你看，这个它里面这个节点绑定选项也没法用，那我只好取消一下它的这个图层绑定，然后用节点绑定来去绑定其他的部分。比如说我会用图层绑定，然后在空白处点一下，这样取消图层对整个这个谷歌对整个图层的绑定，然后再去单独绑定，就像这样。我们可以只显示我们要绑定这一层，这时候绑定就得稍微动动心思了，想一想，比如说我用节点绑定到这里，现在是所有节点都被绑定了，我们确定一下，然后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再单独摘出来左边眼珠的控制权，像这样。然后回车确认一下，然后右边眼珠的控制权，回车确定一下。这时候我们在第一帧去，第一帧来试验一下，比如说在谷歌层看看它左边眼珠、右边眼珠控制，右边眼珠，哎，这个出去了，他们就会用遮罩，然后让这眼珠出去看不见。但是这样的话，你用遮罩就会怎么说？就会增加这个图层的复杂程度。
这是观念不同嘛，然后人也说可以启动，大概就是这样。这步都比较简单。然后回去我们去做他眨眼的，就比如说这个人物他会有一边转头一边眨眼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就需要回到他骨骼层，那投影片院也可以用到，我们也需要先把他们的角度约束一下。不就是正就是像这样，在骨骼层级，就是在它的这个总层级来新建动作，才能控制它下面所有的这个图层。新建左眼皮，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右眼皮。OK，两个都有了。首先右眼皮儿，我们给它先定一个动作，左面到右边，这样。然后回到左眼皮儿，你看左眼皮儿是灰的，灰的就代表它没有动画。右眼皮儿这个是不是灰的？它是有白色的这么一个显示，就代表它是有动画的，灰的就代表没有动画。那我们也是赋予它一个动画，像左面。到右面，然后回到相应的图层，比如说像左边的眼睛，选择上眼睑，下眼睑也选中了。好，等会儿，然后上剪刀下来，这个有点搞上。现在我们选择眼睑，选择全部的节点，然后拣选按住 Alt，拣选我们刚才做过动画的部分。然后把红色这部分关节帧删掉，也就是红色的关节帧是我们刚才不想做留下来的动画，就这部分关节帧是我们想留下来的，所以我们把红色的部分，就刚才选中的没有动画部分关节帧删掉。
来看看上一帧骨骼是不是匹配了这个进程。好，现在我们回到主线试一下。在这展示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刚才调的是在正面，那正面调成这样是没有问题的。看，然后它在转到其他角度的时候，眼睑本身的这个尺寸改变了，它的弧度也改变了，看，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到这一帧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只好再去手动去修正了，因为在这个时间线上看是没有关键帧，即使很多这几点，但它事儿是没有关键帧。比如在这儿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骨骼层级来占领。然后很多同学在做眨眼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误区吧，比如说在一开始你睁着眼睛，就是完全是睁开的这个时候，你想让它在第十帧眼睛就是闭上做一个眨眼，然后十五帧眼睛再睁开，这样一般就会这么做。但是这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眼睛动作是很平缓很平均的。那这时候如果你用运动规律稍微去调整一下的话，可能就是这样。那前面到这儿眼一直都睁开，闭上眼睛，然后保持两睁，始终是闭合的，再睁开，然后再回来一点，这种。而且把这个最后睁开的这个眼睛整体回去。那我觉得这个眨眼看起来就比较有节奏一些。好，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要放出最后一个五折码了，竟然没有忘，真厉害。哎，大家看好这个绿色的，就是五折码。感谢本次直播的赞助商漫画中国独家代理 Marshmallow， 微信扫描屏幕中间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小姐姐微信，并且手动输入下方券码，即可以50%的折扣获得正版漫画 13.51 的软件。先到先得，这个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今天本次最后一次机会了，只有三次机会。本次这是最后一次了。另外，学生或者教师向客服小姐姐出示学生证或者教师证，可以得到教育特别折扣。啊，大家已经扫描了吗？已经截图了吗？还是倒数五下，然后我就会把它关掉了。五、四。三、二、一，好喽。那么之后还剩下几分钟，同学们有没有看懂吗？刚才的操作可以现在提问。有没有？有没有？其实刚才就做了一个眨眼，然后在骨骼层就形成这么多关键帧，也是挺可怕的。
同学们有没有刚才就是这个做操作的时候没有看明白，或者是有疑问的地方？存一下，然后啊，刚才的小工，差点播了一张小工的模型，然后本来想做什么样来着，但是啊，好痛苦，只是把技术模型做出来，觉得就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像这样。但是我觉得小工这次是。更新的这个人物里面比预想的要好用得多，就是他给的这个人物试玩的时候，他那个最高一次攻击也就是1万5左右，现在我已经1万5了，然后词条剩一步的词条还不怎么好，这我要是再努努力把词条刷好一些，他岂不是2万起步？啊！好的，那今天的直播大概就到这里了。同学们有其他的问题吗？有其他的想问的问题吗？同学们没有问题的话，我就下线了，我就不唱了，唱不动。我下堂课还是继续把他这个人物的绑定做完。这种绑定你看挺简单的。嗯，拜拜拜拜，看场子的小恩。好的，同学们辛苦啦。